大家好，我是珀麗灣第二分行中原 Jason。 今日我就要推介我现在这个身处的单位，单位实用面积1241呎，是一个珀麗灣的特色单位，海天一色，咁大家可以一起跟我去睇下。入到单位就可以望到落地大玻璃，后面就是平台同埋青马桥景。饭客厅空间大，加上楼底唔矮，尽显气派。地板采用咗地砖，天花就做咗灯槽，简约舒适。户主将饭客厅分隔成几部分，中间嘅位置无论食饭定见客都绰绰有余。旁边就用咗梳化背柜，分隔出一个可以欣赏电视嘅空间。另一边就做咗一个到顶嘅储物柜，除咗增加收纳空间之余，储物柜后面就摇身一变成为咗一个士多房。这个士多房唔细，非常实用。单位嘅一大卖点就系个大平台。平台唔细，随时可以媲美一啲一房嘅单位。平台设有洗手盆，平时无论宵夜食或者聚餐，都唔使特登走翻入室内洗手。喺个平台上面系可以欣赏到震撼嘅双桥海景。蓝天白云，阳光沙滩，非常惬意。望住呢啲景观，有一种度假嘅感觉。穿过呢道门就嚟到寝室区，客厕有窗，唔系黑厕，采用咗浴室宝。采用翻浴缸，第一间睡房做咗小主人房，以浅绿色同埋蓝色做主题，望落去非常舒服。房间空间大，采光度足，书台、储物柜、衣柜、床一应俱全。利用埋走廊位置做多咗个柜，增加咗收纳空间。景观方面则以青马桥景再加沙滩景为主。另一间睡房则比较似女小主人房，以粉红粉紫做主题。空间与另一间房间相约，一样采光度足。布局相约，一样在走廊位做了个柜，增加收纳空间。景观一样以青马桥加沙滩景为主。嚟到主人房，空间大，采用咗灯槽，增加咗高度感。放完大嘅双人床之后都唔会逼夹，仲可以三边落床添。放埋床头柜、梳妆台同埋储物柜都仲系绰绰有余，仲有一个凹位做咗衣帽间。主人房设有浴室，空间唔细，有窗，唔系黑厕，采用咗浴室宝，采用翻浴缸。主人房的窗采用了细 L 字型的设计，增加空气流通之余，景观方面又更加开扬。厨房以长形设计，设有 U 字型的工作台面，加上双星盘和不少的收纳空间，方便日常所需。工人房是有窗的，空气比较流通。设有一个工人套厕，一样是有窗，不是黑厕来的。
睇完今日段片之后，唔知大家对呢个有平台嘅海天一色特色户有冇兴趣呢？有兴趣朋友唔好错过机会啊！欢迎向我中原 Jason 查询。另外唔好唔记得喺片尾俾翻个 like 同埋 share 出去。咁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